送我们在场所有朋友 ，Thank you。洪安本来已经破产了，其实这首歌救了他，我赚回来了几百万。昨日像那东流水里，我也去不可留。今日让我心多烦忧，抽刀断水水人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新烟烟蝴蝶梦，真不愧是我们的会长啊！